这是一个用于结婚的新房，可现在却成了一个案发现场。今天是我俩好朋友大喜的日子，按照本地的风俗，新郎一早拿来了50万元礼金作为聘礼来迎娶新娘。当时钱就是用这个箱子装过来的。 当他们从酒店回到新房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个箱子已经空空如也，50万元礼金无翼而飞，钱没了。钱到底是谁拿的？为什么不赶紧报警？怕传出去丢面子呗。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面子，面子，你们就知道面子。她是新郎的母亲，中年丧夫，独自一人扛起了抚养儿子的重任。多年以来的艰难生活给了她一个要强的性格，可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显得过于敏感。 我们两家的条件的确相差不少，可这能说明什么？只有你们要面子，我就不要了吗？你们两人要结婚了，感情好不就得了？干嘛一定让我出50万聘礼？摆阔给谁看呀？这下可倒好了，让贼给盯上了吧？话不能这么说吧，男方多出点礼金，不只是我女儿面上有光，这也显得你们出手大方啊，不是吗？ 我也是啊，为咱们两家人考虑。您为我们考虑了吗？孩子他爸早走，是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我们家是什么条件，您不是不知道。可您呢，一开口就要50万聘礼。妈，凑不了钱容易吗？找亲戚找朋友，欠了多少债？到什么时候才能还上？钱倒是小事儿，我这半辈子呀没求过人。 可这次呢，为了你们家的面子，把我的面子也搭进去了。不难想象，为了给儿子凑足结婚的50万元礼金，这个母亲被迫四处借钱，心里承受了多少煎熬。这些年在外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尊和坚强，这一次恐怕所剩无几了。 逼着你开口求人，你一定恨上我们了吧？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最在意的是你的尊严。这一次，为了借钱给儿子结婚，让你没了尊严，所以你肯定特别生气。要是一时想不开，有些事情。 就未必不会发生。刚才婚礼上乱糟糟的，你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偷偷返回新房，拿走那50万。你偷偷把钱拿走，既报复了我们，还能还上把欠债，真是一举两得。 数十万的现金在家中被盗，如此重大的案情所指向的种种原因，一时之间令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谜案，别说是这户人家，就连警方也需要费尽心思才能够找到答案。2017年4月，山西原平的一户人家就有了相似的遭遇。让我们来看看当地警方最终是如何抓住窃贼的。 多少钱了？六十万了，这不是现象。你爸爸为什么结婚？通过对报案人严先生的问询，
山西省原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初步得知了这起案件的情况。当时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现金嘛，60万，你怎么有60万？这个60万究竟是不是丢了？办案人声称自己家中的60万元现金被盗，警方最初的态度是有些怀疑的。我就想做生意用了，做生意确实要现金。到了现场过去一看，这个防盗门是门锁芯被撬坏了。受害人严先生被盗的房屋位于所在小区的1楼，现场勘验表明嫌疑人是撬开了防盗门锁进入到房中实施盗窃的。那么盗贼选择严先生家下手是随机而为，还是事前就知道这里藏有60万元现金，有备而来呢？如果答案是后者，难道嫌疑人和严先生熟识吗？通过对受害人家的门锁勘查发现，嫌疑人采用了暴力撬锁。看到那个锁芯就是完全中间被撬掉了，不像是有点专业的。我当时的判断就是说，这个应该不是从外地那种跨省过来之后专业的这种盗窃团伙。支撑这个判断的还有一个理由，在受害人的家中，民警发现其墙上的保险柜并没有被盗。保险柜它那个虽然有这个撬的痕迹，但是警察们看了之后了，没有撬开。看外表应该是像工具刀呀那些个简单的，也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撬的痕迹不是很大，但是肯定有明显撬过的痕迹。会同受害人的说法和现场勘查，警方了解到，嫌疑人是从卧室床板下的夹层中偷走了60万元现金。在床箱的棱角上，警方提取到了一枚疑似嫌疑人的指纹。除此以外，现场还找到了2种疑似嫌疑人的足迹。当时看那个情况了，我们觉得是应该一个人你不好有开破门，应该是还有一个帮手了。经过这个现场地面这个脚印这个情况，我们觉得是更加应该是2个人。除去放置现金的床铺以及墙上的保险柜之外，被盗房屋其他地方的翻动痕迹并不明显。综合多种因素，警方判定嫌疑人在此次作案的过程中目的非常明确。咱的感觉应该是就专门针对着他去的，而且他们这个手段不是特别的熟练，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对此受害人这个掌握他了解他这个现金规律的人，或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什么人知道他的钱放到这的人，他周边的关系，我们当时就围绕这个工作就展开了这个调查了。对于这一点，受害人严先生也是认同的。在他的配合下，警方首先对其身边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展开了排查。朋友，因为他这个屋子平时他不住，所以来的人很少，他只有这么2、3个人来过。但是这几个人经过他的描述，我们都逐一进行了排查，从这个作案的时间也好，是动机也罢，都不存在这个嫌疑。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他们是否会在案发小区周围留下踪迹？民警立即着手对小区的监控进行调取。小区里面一共有东西2个头，这2个头的话不能用，后来我们就又出来以后调外围的监控。这个小区门的话就是超市有一个那个监控，因为那些监控都是个人自己安装的，效果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模模糊糊可以看到晚上这受害人2点离开的。监控显示受害人严先生是独自一人离开小区的，就在他离开6分钟后，一名男子来到了小区大门处。就这个人，他是从小巷的另一端出来的，出来当时手里面拖着一根管子，当时分析的话挺反常，因为2点多，而且是在镇上，本来这个时间段的话一般人都已经睡着了。当时这名男子在大门口来来回回的铺设管道，整个过程持续了20多分钟。鉴于该男子的举动比较反常，民警立即对其身份展开了调查。很快有个超市的员工反映这个男子姓蔡，民警随即找到了蔡某。那当天晚上你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在这儿是抽化粪池里面的水了。为什么要晚上干了？因为晚上白天来的车太多。经过确认，蔡某当天的行为和小区内发生的盗窃案的确没有关联。不过蔡某提到，他在小区门口排污的时候曾看见一对男女进入了小区。在监控中，民警也发现了这对男女的踪迹。
这个女的穿着一个黑白条纹相间的连衣裙，然后提着个塑料袋，这个男的的话是拿着一个手电，也有可能是拿着手机开闪光灯，因为晚上这边很漆黑，他什么都看不清楚。这两个人可以肯定是走进小区了。当务之急就是找出这对男女，通过对案发小区及周边的村民进行走访，民警最终查明这对年轻男女是周某及其妻子，他们近一年来一直租住在该小区。民警很快找到了周某。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夫妻俩平时比较消闲，喜欢玩牌，那天晚上在朋友家玩得不早了。通过对周某当晚的接触人员进行了解，警方排除了周某及其妻子作案的嫌疑。不过周某也给警方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当时你过来这看到了什么呀？当时下来的时候有个车灯，有个车在这儿停的，然后就车灯亮着，里面的灯亮着。是辆什么车？黑色的。里面有人吗？有人。有几个人？具体也看不清楚，没注意，因为过的时候是直接就过去了，只看见车灯亮着。周某说，当晚他和妻子开车回家时已经快到凌晨三点了，当时他们看见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小区后门的巷子里。民警也对周某提到的这个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监控视频，民警发现的确有辆车开进了巷子，但由于监控探头距离较远，无法看清车牌号码及车内情况。不过就在这辆车进入到小区后门巷子不久，在小区的正门口就出现了一名可疑人员。可以看出来，就是有一个可疑男子先是从巷子北边然后进来，然后穿过这个巷子，他没有进小区。这名男子走过小区门口没多久，他竟然返回了。只不过这一次同行的还有另外一名男子，这两个人随后一起进入了小区。有一个的话可能还戴着一个这种就是连体的这种帽子，还有一个的话他手上有一点光源，两个人并排然后走过来。我们就接着再看这个监控，从三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多，就发现了这两个衣服比较有明显标志的这两个男子就出来，一前一后出来了。鉴于两个可疑男子深夜在小区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当晚其他进入小区的人员都已经排除了作案嫌疑，因此民警将这两个深夜进出小区的男子列为了重点嫌疑人。沿着两个人离开的方向，民警在街口的监控中也找到了他们的行踪。过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然后就从那个小巷子，就是小区所在的小巷子，这两个人就出来了。前面先出来的这个人，他是还是穿那个连体的那个卫衣，戴着个帽子，然后他有意的用手还遮挡自己的脸。后面这个的话完全就是低着头看着马路，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具有反侦查意识。当时两名可疑男子一前一后的走进了一辆车，经过比对，民警觉得这辆车应该就是此前出现在事发小区后门的那辆可疑车辆。让人意外的是，两名男子并没有直接上车，而是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又停下来观察了一会儿。在确认没有其他人看见后，其中一名男子转身拉开后门上车了。车启动了，因为车一开始那个司机就一直在车里面等着，车启动了以后，然后这就开始过去接他。这可以看到这个男子一直在这等着，等着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不停地揪自己的帽子进一步伪装。然后这个车过来了，到了他跟前以后，这个男子打开车门就上去了。可以看出反侦查能力特别强，从他们这个拉帽子还有这个低头看着地，就有意躲避这个监控摄像，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上了车以后，他是一个坐在副驾驶了，一个坐在后面了，那么他还有一个司机在车上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判断的最少他是三个人。此前的监控表明，进入小区的两名嫌疑男子在小区中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按照常理分析，他们应该是将60万元现金盗窃得手后才会离开小区。可是在监控中，警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情况。当时呢，这两个人出来以后，你看很明显嘛，走得很快，其中一个还在这个手还在兜里面插着嘛，出来以后这个衣服还看到是
有一个飘的这个感觉，身上应该就没有带东西的。当时你想了就是说，如果是这两个人做的案，那么他的赃物去哪了？他怎么就没有带出东西了？当时就感到很疑惑。经过对监控录像进行反复的辨认，所有参展民警都认为，两名嫌疑人走路的姿态根本不像是盗窃得手了60万现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是排除了受害人报假案，那么他极有可能这个东西就隐藏在这个小区内的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地方。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为什么呢？是说为了避免这个三个人分赃嘛，两个人分赃要多一点。可是通过对被盗小区的排查，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而更蹊跷的是，监控显示在嫌疑车辆驶离案发现场后，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在距离现场1公里外的路边停留了很长时间。当时同时也考虑，如果是得手的话，应该是离现场越远越好吧，但是为啥停到不是很远的地方，一直在那儿停了，解释不了。据了解，受害人严先生是4月17日凌晨2点左右离开家的，而当他再次回到家里是4月17日的上午10点，也就是说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只能是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之间。如果嫌疑人在凌晨5点多离开小区时还未能作案得手，那嫌疑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入室盗窃的呢？但是呢，当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调的过程之中啊，我们仅仅调到了第二天的凌晨6点多。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就一梦了，就是当时正好赶上大面积的停电啊，所以说只能调到这儿。照此分析，嫌疑人很可能是在早上6点以后又进入小区实施了盗窃。可如果这样，盗窃行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嫌疑人如此胆大妄为，着实让人不可思议。据我们分析，都是有前科的人员，胆子比较大，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不择手段。接下来的调查不断印证着警方的判断，嫌疑人驾驶的那辆黑色轿车使用的鲁D车牌是套牌。我们通过系统就在他这个套牌车经常出现的区域进行排查，但是因为这个卡口信息图片也不是特别清晰，最后没有排查到这个嫌疑人。民警再次对嫌疑车辆的外观细节展开深度研判，很快就掌握了该嫌疑车辆的一些细微特征。当时这部车是新款的迈腾，但是从咱们这个卡口这个截图看，他这部车啊，工作台上面什么摆件都没有，年检的标志呀，以及这个保险的标志啊，贴花都没有贴。据民警分析，如果不是嫌疑人刻意的将车上的标志撕毁，那么这辆黑色轿车很可能是一辆购买不久的新车。遵循这个思路，民警对近半年来原平当地所有新上户的同款车辆进行了摸底调查。当时查了一共有20辆，然后我们把那个从车管所调来这个车辆信息全部带回了局里，带回局里，然后到那个案件分析室，进行了那个轨迹跟踪。轨迹分析查明，近一个月以来，其中的19辆车都能找到行驶轨迹，且民警也逐一的见人见车，排除了这些车主的作案嫌疑，唯独剩余的一辆车近3个月来没有任何活动轨迹。就是当时我们分析有2点，第一就是这个作案男子可能是开这辆车上的套牌，第二就是这个车主上了户以后就是一直没有用过这个真牌，所以他就没有行车轨迹。车管所的登记信息显示，这辆车的车主是朱某。出于谨慎的考虑，民警先对朱某的个人情况展开了外围调查，发现这个朱某平时就只在家里面居住，也没有外出，也没有潜逃。然后呢，咱们民警将朱某传唤回咱们原平市公安局进行了讯问。朱某说，他的那辆黑色轿车购买于3个月前，自从登记上牌后的确没有使用过，而且后来因为经济纠纷，他将车抵押给了一个名叫王军的男子。至于王军是否驾驶他的车辆作案，他一无所知。王军山西原平市人，有吸毒史，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咱们调出了
王军的户籍信息同咱们现场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比对，比对之后发现了王军的这个照片跟咱们现场的录像所留下的非常相似。更为反常的是，案发后王军去向不明，手机关机，家人朋友都和他联系不上，而那辆黑色轿车也没有了踪迹。这个王军在咱们民警的眼里就非常显得非常的有嫌疑了，这个人是畏罪潜逃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对比监控录像，警方初步确认王军就是案发时驾驶车辆在外围接应的嫌疑人。那么另外两个进入中心现场的嫌疑人又是谁呢？鉴于嫌疑人很可能具有前科经历，警方对案发现场的痕迹物证进行了细致比对。通过这个指纹呢，我们比对找一个犯罪嫌疑人，以前做有前科的嫌疑对象啊，这个人叫个王华。王华，山西省原平市人，曾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有吸毒史。通过对王华和王军二人近段时间的活动轨迹、交往情况进行调查，警方很快查明，这起案件的第三名嫌疑人名叫杨鹏，同样也是山西省原平市人，有吸毒史。确定三名嫌疑人以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抓捕。但是去他们家周围了解了，这三个人自从作案以后就都消失了。到哪里去寻找三名嫌疑人的下落呢？综合分析后，警方依旧将侦查重点放在了王军驾驶的黑色轿车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民警得知王军驾驶的黑色轿车出现在了大同市区，民警立即赶到大同，在一家宾馆的门口发现了黑色的嫌疑车辆。当时他几个人？他当时来是一个人过来的。一个人过来的？对，只有一个。哦，那你看看他哪个家族的？行，我帮你查。经过服务员辨认，入住宾馆的只有王军一人，他是前一天下午开车到这里，然后住下的。我们当时一看，哎呀，他是编了个假名字，但是服务员认他这个相貌是认得很好的。现在还在房间里？对，没有退房。没退房？对。那这，那你配合一下，你下去。敲一下嘛，就是服务员送水嘛，啊，这是上打扫卫生，妈妈给你打开，啊，走，好吧，谢谢。确定嫌疑人入住的房间后，抓捕小组立即对其实施了抓捕。打扫卫生。吊上。我们当时抓了以后，就开始对他脱审。经过脱审，他对自己和另外两名同伙盗窃60万现金的这个事实啊，供认不讳。据王军交代，他的两名同伙正是警方已经掌握的王华和杨鹏。他和王华、杨鹏三人经常混迹在一起。他们此前在原平市区租了一套房子，供朋友们平日聚会。民警随即在出租房区域进行了蹲守。在蹲守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就发现杨鹏就出现了，我们就上去直接抓了人。在杨鹏家中，民警搜出了9000元赃款。之后不久，民警将王华抓捕归案。至此，这起盗窃案警方掌握的三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审讯表明，案发当天他们的确是在早晨7点左右第二次进入事发小区实施了盗窃。天亮了为什么还要进去啊？当时门是估计看那样子是快开呀，就说出来吃了点饭，又拿了个钳子说进去再试一下，要能开了开了，开不了就放弃。你们这一开多长时间开门？第二次估计就是个几几分钟吧。很快。哦。据杨鹏供述，案发那天王军负责开车在外围接应，他和王华去了受害人家里作案。
可是据了解，王军、王华和杨鹏三人都不认识受害人，他们怎么会如此准确地找到了受害人的家呢？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案子好像是破了，但是我们当时考虑是不是会他们遗漏了别的嫌疑人了，因为这个一直就通不了。民警对落网的这三名嫌疑人加大了审讯力度。不久后，警方得知，这起盗窃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还有一个幕后的嫌疑人张海。张海老家是河南那块的，到了我们这边以后，他也经常跟他们在一块儿也吸毒。民警随即对张海的行踪展开了调查。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张海虽然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这起盗窃案的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外逃，警方很快就将其抓捕归案。审讯中，张海对自己被抓感到很意外，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犯罪。我认为我又没偷，我第一次去偷了，但是没偷着，我就没偷，都到他门口看了看，没偷上，我也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犯罪，因为我也不动法，我也不这个犯了，就是跟着这就犯了罪了。据张海自己交代，他没有实际参与，直接参与盗窃，也没有放赃。但是根据我们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也不是张海说的这么简单。通过我们的调查了，深入的继续走访的调查了，哎，从这个方面了，我们还发现他在其他地方了，还做过三起这个盗窃案。仅就此次的盗窃案来说，张海是整个案件的源头，因为正是他将受害人家的情况告诉给了其他几名嫌疑人。这个我也跟，毛蛋儿透露，我说，是一个女人告给我的，她说钱是钱，墙上有个保险柜。张海来到原平已经十多年了，之前一直在洗浴中心上班，赌博加上吸毒，他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因此在得知受害人家里有钱的消息后，张海产生了盗窃的想法。不具备开锁技术的他找到了好友王军。我本来是请的人就是开锁的，他开不，我没有这个本事去开这个锁，我叫的毛蛋，毛蛋说他无锁不开，他又叫了杨栋。我其实他叫杨栋我还挺反对的，因为我想本来这是一块肉，再多一个人又多一个人分，是这个意思。这之后不久，王军驾车带上杨鹏和张海去到了受害人的小区，杨鹏和张海则前往了受害人的家门口进行踩点。当时找着门了吗？找着了。然后当时为什么不作案呢？开不了门嘛，防盗门。杨豆开不开呢，就拿他的手机照了两张相，说回去他研究看怎么开。为了继续作案，王军又找到了自称擅长开锁的王华。4月16日晚，王军、王华、杨鹏、张海四人在王军的出租屋里聚会，四个人商议当晚前往受害人家盗窃。可是临出发前，张海突然决定不一同前往了。走的时候张慧还没有去，有事了。他那时候是没有去，接了两个电话就没去。后来我们三个人去了。于是在4月17日凌晨，王军、王华、杨鹏三人乘坐黑色轿车去了事发小区。按照事先的分工，王军负责留在车内随时接应，王华和杨鹏则进入了事发小区作案。你们弄了多久没开门？估计有2个小时。怎么弄的？他就拿那个钥匙，还有拿那个那扳子，就是墙开了，墙开门开了。整个暴力撬锁的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直到凌晨5点多，眼见天快亮了，王华和杨鹏才离开了小区。他们来到了小区外的马路上，此刻王军已经驾车在路边等候。王华和杨鹏在观察周围环境后，一前一后的上了黑色轿车，离开了现场。后来我们上了车，直接就朝那北边那路上走了一段，后来坐到车里面坐了一会儿。他们商量说就不甘心，说这个锁子为什么打不开呢？要不再去试一试，成功了就进去，
打不开就放弃。为了能顺利得手，王军三人决定再搏一把。嫌疑人第二次进入小区作案时，天色已经大亮。由于第一次已经将受害人家的防盗门锁损毁得非常严重，王华这一次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撬开了房门。我在离门口15米吧。然后就是王华进去了。对，他进去隔了那么个隔了几几分钟出来，提着两个袋子出来的。提两个袋子出来，递了我一个，他说全是钱。当时不知道，脑子里乱的也不知道了，反正心里就是很害怕。他不可能在那楼外头放风，他这个肯定是说的假话。通过现场分析来，现场进去有两种脚印嘛，他应该是伴随这个王华进去以后做的这个案子嘛，啊，这个脚印两种脚印在这个好几间屋里面都不同程度都出现了，他肯定进去以后他作案了。得手后，三个人快速驾车离开了郭阳镇。收车以后，后头都见到了会员，会给了当当在看完，后头都是叫毁了原皮。这之后不久，王军、王华、杨鹏三人将盗窃的钱物进行了分赃。经过对这个三个嫌疑人这个审讯以后啊，王军应该是分到23万，那个王华呢应该是分到22万，啊，杨鹏呢分到15万。为什么这个王军分的多了？他应该是还给那个提供线索的那个叫个张海，张海应该是把张海的钱他一块就都拿上了。给他多少钱？计划的是？计划他一会儿说是6万块钱，后头再说5万也是，6万也是。审讯表明，案发后第二天，张海曾联系王军，向其索要应该分得的赃款，可由于王军急于外逃，张海因此一直未拿到钱。他张海他肯定是盗窃案的同伙嘛，他虽然是没有当场去了作案了啊，但是所有的信息都是他提供过去的嘛。并且他事后了还准备要封赃嘛，就是说当时我们这个案子破得及时，他还没有过去来拿上他的赃。让人吃惊的是，从案发算起，警方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将嫌疑人抓捕归案。可是除去一辆王军用赃款购买的轿车被公安机关起获外，几名嫌疑人声称其余绝大部分赃款已经用于购买毒品或者被挥霍掉了。对此，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通过我们审讯，结合我们的调查，我们觉得啊，这个王军了，在里面起到这个组织号召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而王华了，他有个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主要就是开门撬锁啊，我们就认为他们两个在这个里面啊，应该是负很大的主要的作用。赌博和吸毒的恶习让四名嫌疑人入不敷出，即便是光天化日也不惜铤而走险。尽管采用了多种手段试图隐藏身份，可到头来终究无所遁形。喜庆的婚礼引发了一场突发的风波。当新郎和新娘回到新房的时候，突然发现早上放在屋子里的50万元礼金竟然不翼而飞了。这个窃贼到底是谁呢？我说兄弟啊，咱们这个年纪就别为这个事儿老省了，我看咱们先回去休息吧。接下来的事情啊，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就由你们来定吧。啊，咱们走吧。爸，这是我的。你这是怎么回事？那50万是不是你拿的？